超值福利加赠的疯狂动物园专题课，使用频率结合级别一、级别二的课程内容，每两个礼拜融入两节专题课，透过儿歌动画学习字母以及相关字母开头的动物词汇，有趣的动画情节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让小朋友在简单明快的节奏和丰富的画面中初步认识字母名称和形状。这套专题课可以让小朋友复习26个字母，并延伸学习额外的动物相关词汇，听说读全面涵盖，实现小朋友自主练习。